一个双蛋的加辣，两个双蛋加辣，一个双蛋加辣，一个单蛋加辣。好，还有一个灯啊灯，猪肠汤几碗？一碗，一碗。还有一个贡丸汤。好，一个贡丸汤。啊，都要辣吗？都辣。好。双蛋放猪肠，大同路三段350号隔壁。好吃嘞，看你没钱了，一天干。这一家原本是在后面那个货柜厂的门口卖，他后来被人家赶，才跑到这里来租个店面。然后他们现在，他妈妈在那边也是有一台小发财车在卖。我都好快，一只金米家没开价，当然没有像宜兰那边。那个葱油饼那么好吃，可是它是另外一种感觉。看海吃早餐。